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好久不见，也好久没有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是2018年的5月12号，我记得10年前的今天，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汶川大地震。我记得当时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是非常心痛的，然后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其实感觉到自己很无助，想要帮忙，不知道怎么帮。后来我想到写一首歌曲《爱与希望》，希望用音乐的方式传递给大家一种鼓励，一种正能量，呼应大家关心跟帮助，真正当时需要帮助的朋友们。10年后了，我相信。虽然说时间过去，但是，那个思念、那个伤痛，依然是永远会存在的。所以今天我还是希望可以鼓励，所有的朋友也希望用这首歌曲《爱与希望》提醒大家，无论如何，只要心中有爱。心中有希望，我们依然可以度过难关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特别的任务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也没有做过，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希望，因为我现在人在新加坡，我回来陪妈妈度过母亲节，但是我希望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，我可以跟在台北的。同事们，团队，做个连线，我们先来试试看，来，Hello，Hello，嗨，有吧？看得到清听到楚我吗？吗？有吧？有，好，我们现在跟台北 GFJ 圣所里面的朋友们一起连线，左边的这位是阿信，周信廷。右边的这位是阿龙，黄冠龙，还有大家看不到的，在控制台的所有的同事们，辛苦了。他们两位，拿着吉他的两位，是我在音乐制作的这个世界里面很重要，然后也是我很信任的两位精英。今天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。新的任务好不好？我们用一个吉他的乐器，我们用吉他来重新呈现《爱与希望》这首歌曲，好不好？希望呼应大家继续的关心，继续的心中要有正能量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说，先让阿龙、阿信来分享一下，讲几句话吧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我觉得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力量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脆弱。那有这样子的灾难，那我相信也造成很多人的伤痛。那希望能够在这边用音乐，然后再次的给大家鼓励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加油。阿信，虽然很多时候有人会说，时间可以抚平一切，不过这种失去永远都还是存在的。那我们今天是希望可以在这边用音乐陪大家。来吧，准备。好。Ready。爱与希望。大地被摇晃着，天空突然黑了，我的心也被震碎了，
下一秒瓦解了，泪堆积成了河。但明天是好的，我们要坚定着，爱让我们不放弃活着，还要继续和大自然拔河。当爱与希望投射炙热的太阳，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。别轻易放弃，明天要许更多愿望，装满勇气就更有力量。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，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，我打开了窗，看见了晴朗。啊，耶耶。当爱与希望投射炙热的太阳，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。别轻易放弃，明天要许更多愿望，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。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，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，我打开了窗，看见了晴朗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，我打开了窗，看见了晴朗。加油。